副主委来颁发这个批彩蛋。好，接下来我们颁发黄荣华市长、黄福祥党部荣誉状，林金川同志荣获黄荣华党部111年模范复兴殊荣特征处状，已表敬呈主任委员暨林联中华民国111年8月20日。党部黄玉副区党部，那我们今天是来为王静英同志来颁发模范父亲的这个当选证书。那首先我们请我们的游副主委为我们的王静英模范父亲来披挂这个模范父亲的彩带。你要拿给他，等一下你要拿给他。是应该从左边吧？啊 ，OK OK OK， 可以吗？偏向左，对对对对。对对是吗？可以的。帅啊！啊，帅啊！谢谢，谢谢。好，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荣誉状，王静英同志荣获黄荣华党部111年模范复兴殊荣特征处状，以表敬呈。主任委员暨林联，中华民国111年8月20日。谢谢。来。
十到一百年才退休吧。还有一千年。坐。另外，这次我们花莲县议会副议长潘彦霞副议长，他听到我们黄北北这个当选我们黄义副区党部的模范副区。好，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荣誉状，黄忠诚同志荣获黄荣华党部111年模范副区殊荣，特征处状已表敬呈，主任委员纪云莲，中华民国117年8月2日。来。先邀请我们黄忠华支党部由招的副主委来颁证这个当选证书。黄复兴党部荣誉状，江让斌同志荣获黄忠华党部111年模范副区殊荣，特征处状已表敬呈，主任委。
年八月二日。来来来，比赞啊，比赞。谢谢这个，也是我们老主任哈，人事主任老主任来到家里，啊，那这次当选这个模范服兵呢，实在是愧不敢当。个人呢在部队也服役了15年，在狱中也服务了24年，总共前后加起来大概有将近40年，就从事公职的生涯。那这一生从读书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一生可以说都是平平庸庸，啊，都是安安稳稳，啊，就是把三个儿子养大。这个目前三个儿子都北漂，都在外地，那平常在狱里，在家里面就是剩下我跟我太太，啊，我太太也在狱中里面服务公职了35年，我这一生呢都是很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谢谢大家今天来的给我的祝福，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本来呢，我们当时讨论7个人，那个上面上说只有2个名额，我当时就讲了，江正斌就是2个之一啊。后来呢，我又争取了说7个通通表扬，所以我们今天是表扬7个，但是实际上就是原来2个你就是我指定的，你江正斌一定要啊，是吧？你是实至名归。黄副军长部的模范父亲表扬，那我们黄玉副军长部的模范父亲当选人，那个高明宏高大哥，那今天特地由我们的由副主委带队带我们模范部的干部来为高大哥这个祝贺，所以我们首先请我们的由副主委宣读我们的这个当选的荣誉状。好，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荣誉状，高明宏同志荣获王荣华党部111年模范父亲殊荣，特征组状以表敬神，如为纪念。特征此状以表敬诚，主任。
待到老。啊，首先谢谢各位党员、各位干部啊，对于我的指导，啊，我的很多事情我是不会，所以交代我就会做。啊，还有请，谢谢大家。今天指挥者很难得，我们以社工所出席的，啊，还有这个，那我们对，好，我们谈这个，我不好意思，我讲是讲念旧的，哈，他都叫名字，念旧。总之，一句话就是谢谢大家。给我的照顾，哦，给我的爱护，谢谢，谢谢，谢谢。今天很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哈，啊，最主要的我们的干部就是我们的副主委带领之下，哈，还有我们的主任呐，啊，我们的居员，我们的居里，还有我们的，我们这个最棒最棒的常委啊，大家都很棒，哈，哎，啊，哎，啊，今天呢，我们真的。特别要感谢，就是我们的镇长的夫人，就是潘副议长。谢谢谢谢。啊，真的今天太感谢你了，每一场都跟我们啊都有到，这样子哈，很感谢啊，对我们的党资深很好啊，所有的这是谁的？我们的干部哈，给我们的干部真的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提升我们的水准。谢谢。那我来恭贺一下我们周主秘哈。因为周主秘在之前在玉里镇公所退休，担任我们主任秘书，那个时候也协助我先生担任镇长，那里很多的一些公共事务哦，给地方的建设也做得非常非常多，所以周主秘当选模范父亲是当之无愧的哈，因为他真的是在对地方付出太多了，所以今天特别特别来祝福他父亲节快乐哈，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然后我们今天来到了徐永老伯伯的家里面，那由我们的游副主委带队。好，中国国民党防护先党部荣誉70年模范父亲殊荣，特征处状仪表敬呈，主任委员纪麟年，中华民国111年8月。大家好，我是黄复兴党部黄荣华集区党部主任吴兴文。我们这一次在常委张万源同志的带领下，带着我们的全体干部到我们集区模范父亲家逐一表扬。那我们这次表扬的老同志有高龄到94岁的，那他们一辈子贡献给台湾，为台湾付出奉献。那也借由这一次模范父亲的表扬，对他们表示敬意。那也感谢这些老党员、老干部对党部的奉献，
那也希望透过这次能促进的我们党员之间的联谊互动，啊，让我们的区党部能够更团结。谢谢大家。